很多的朋友都问我说，东华是什么样一个大学？唯一没有终身的校园。东华大学期许成为是一个新大学的一个典范，而且是一个大家共同在此生活的一个共同体。有250公顷的校地，那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植物跟动物，所以整个学校就是一个大教室。别人所没有的这种环境、气候啦、色彩啊、光线啊，还有这边的人文、这边的族群。我们这里有布农族，有阿美族、萨基赛亚，有卡法兰，有客家，有闽南，也有交换学生，所以到这里可以经验多元文化的价值，也让你自己生命更丰富。我们有这样环境，所以才会有这样视野，然后才有这样子的学生的心胸。这样的学生聚集在一起，其实也就自己会形成一个聚落，一种讨论，一种创作的氛围。跨领域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需要有热情。我们其实在东华大学看到非常多的学生有非常多的热情，它其实不断地展现。其实大学应该是一个社群，那这个里面有老师、有行政人员、有学生，彼此在这个地方产生共同的记忆。那这个记忆其实是对社会是正面的帮助力量。当我们的学生离开学校的时候，他才可以带着这个动力继续去实践他对社会的责任。所有的同学们经过东华几年的熏陶以后，可以变成一个具有永续创新理念、具有专业素养、对社会能够关怀的一个公民。